30°F，便放入空气炸锅， 180°烤10分钟。在大碗中，将1/2茶匙盐溶解在1/4的水中，沾汤匙浇没。将一包250克酸菜洗净并切丝，六叶黄芽白洗净切丝，一根胡萝卜切丝，5个番茄切成块，热锅倒入适量麻油，加入3汤匙姜末炒香，加入酸菜炒1分钟，倒入黄芽白翻炒，加入胡萝卜和番茄稍微炒一下，然后倒入2升水，1汤匙香菇调味料，豆腐切块，然后倒入汤中，将5个咸笋梅捣碎，并将它倒入汤中，加入5汤匙酸梅酱，用筷子搅拌，盖上锅盖。一包150克的白玉菇，洗净并切成2半；1株芹菜切碎，3条小米椒切成2半，加入白玉菇和小米椒。盖上锅盖煮5分钟，倒入淡奶并煮沸，将米粉放入沸水中烫熟，沥干水分，放入碗中，然后倒入汤汁，加入富鱼片和用芹菜点缀，一碗奶香四溢，鲜甜酸酸的富鱼片米粉汤就完成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请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速战速决省事快捷，下次见喽。